我是练跆拳道。跆拳道，哎呦，难怪我看到你，我就有一种油然而生的尊敬的意思。有吗？有吗？有吗？这里面最看不起跆拳道的就是张立东，真的。阿泰，下压了，这站起来，这站起来，哇！你是被电到了，这是我红心啊！哇，正中红心啊！打到心坎里耶，绑你他的脚，然后他说这是用拳拍。我只看他的脚，就从脚。正妹他们今天要有一些事情，然后这个事情如果今天讲出来，哎呦，有可能会有这样的后果，请看，哎呦，严重，这个严重，你扯一毛不给，哎，这个就差那个跟那个什么什么断绝关系，断绝关系一样的意思，没有，这个严重度在于爸爸是干什么的，有多少钱，好像是这样子，如果是郭台铭先生，哇，那严重，严重，严重了，爸爸是张立东，没事，还好，因为留下来都是负债，再赚就有，再赚就有，好不好？来，我们欢迎第一位 Dora。哎呦，哇！我觉得你穿这样，你爸就要出事了吧？嗯，请问一下，你什么星座？我牡羊座。牡羊座，牡羊座，冲哦。嗯，你现在在做什么？我现在是夜店的公关。哎呦，同事你好，同事，你好，你好，只不过是旧同事吧？旧同事，我是前辈，前辈，前辈，好不好？在公关这条路上，夜店公关这条路上，我很前面，先驱，前驱。好，你大学的时候啊？你大学的时候私分奖学金40万，哇！不是，等一下，这个是两面哦。哎，我们先不要讲私吞哦。能够得到奖学金40万，这算是好学生，高材生嘛，好学生 ，OK 的。是，你怎么样拿到这40万？那奖学金私吞应该的啊，那是你独来的吧？就因为我是运动员，然后运动员的话就是会有很多资源、奖金的比赛呢。那奖金拿了就一定要给家人吗？我觉得不用。你觉得不是？等一下，因为家人帮他付学费啊。对。那如果你给家人，家人会拿反过来付学费啊。家人每天要喂他吃饭呢。对啊，可以分担家里一点啊，那是一种感觉。那你是慢慢累积下来40万？就是每学期都会有5万块的支票。哇哇塞！所以大学4年8次，哇，是不是这个意思？40万。那请问一下，你是练什么？我是练跆拳道。跆拳道，哎呦，难怪我看到你，我就有一种油然而生的尊敬的意思。有吗？有吗？有吗？因为等一下要示范。哎呦，这里面最看不起跆拳道的就是张立东，真的。哎，你怎么常常看不起？对啊，我自己都不知道。对的，你怎么比我爸还了解我？那我想请教一下，就是爸爸管，因为你是女儿啦，一般女儿爸爸当然特别疼，是当然。那爸爸对你管教很严格吗？对我姐比较严，我是最松的。你是老几？我是最小的。老幺，你有几个姐妹？我有2个姐姐，1个哥哥。所以你看到哥哥他们被爸爸这样教训，你也会怕？对，就是会比较乖一点，装乖。我也是老幺。那个事情爸爸知道了，奖学金的事情，爸爸知道了，现在讲出来了，要讲了，今天讲的。对啊，而且我小时候也是，我两个哥哥跟我差很，一个差6岁，一个差7岁。对。哇塞！我小时候可会在细缝中求生存，哎呦，会钻。不是，因为看到我哥被我爸他们打的时候，我傻眼，打成这样，哇塞！我一定要乖，因为我爸是军人嘛，是那个时候管教很可怕。那你爸爸管教成这样，而且还有门禁，你怎么可以去当公关呢？开玩笑，我们就是从夹缝中骗他。也不是骗他了，你为什么要當？就是有时候出门，可是会传在家里的照片给爸爸看。爸爸在干嘛？哦，没有，先拍我没有住一起，对，没有住一起啊，先拍。住学校，我们都住学校。我在学校的时候就已经当夜店公关了。大学期间？刚毕业的时候。哦，刚毕业。你知道，以前我刚刚开始开夜店的時候。对，那我也没有跟我爸讲很清楚，就是他说你干嘛？我在开店呢、啊。哦，然后每个礼拜我说我星期五晚上最忙。因为星期五客人最多，对。然后有一天新闻就报，男公关星期五餐厅被抓，是不是？然后我爸回来就讲，你在星期五上班吗？我说，我是星期五上班，星期五对啊，上班、啊。你那个不好吧？我说没有不好啊。那今天你们看新闻，我说爸不一样。那是男公关，我们不是，我只是卖屁股。什么？
么公关招聘？哎呦，好可爱哦！当多久了？四个月差不多。四个月。对。OK， 那你曾经还请警卫帮你处理成绩单呢、啊？什么意思？怎么处理？晚上上班，可是隔天都没办法上课，然后成绩就是会有缺旷记录，他就会寄到家里。嗯、是。那我就会请楼下的警卫伯伯，就是帮我把那个单子收起来。对对对，就不要让我爸妈看到。你要考虑一下，今天播出这一天，想办法把爸爸支出国之类的。有点严重。讲到现在，我已经越来越害怕。对啊，你好危险哦，好危险。你是练跆拳道练多久了？我高中开始练的，现在硕一。那今天我跟你讲，一般跆拳道最喜欢表演什么？破木板。那我们今天破立冬来。敢说要三位，三位帮我拿木板的，一次要三位哦，那对对对，好，那来第一位，哎，用塞的，好不好？最公平，对对对，嗯，好不好？嗯嗯，哦，哎，最公平，那第一位啊，第一位。所以你们这种就是真的，你们就是不懂得做节目。人家好不容易来宣传，我们怎么不让人家露脸呢？来，正义代替我。来来来来，时代不急不急不急。第二位，时代的正义。耶，徐志明哥，徐志明哥，破立冬，太好了。好，最后一位。哎，徐东文，徐东文，徐东文不行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个子不协调。哦，好不好？我觉得还是逼你来好了。好，来，哎呦，不行啊，这个很近哎。哎呦，来了，请开始。阿泰，下一个，哇，这站起来，这站起来，哇，打进去哎，怎么恋爱了？是恋爱心坎了？你是被电到呀？真是我红心啊！哇，正中红心啊！打到心坎里耶！哇，我跟你讲，真的谢谢你。很痛吗？很痛吗？那脸发白，你还好吗？因为我一直防着他的脚，然后他说这是用拳拍。我一直看他的脚，这同学已经中了，又中了。不过你很特别，就是说虽然说你做这些事情，人家会认为好像在学业上有所耽误。但是你还可以练到硕一，很强啊。最重要的自己不要受到伤害就好，要保护自己，保护自己，不要出事，好不好？好，加油。那那个奖金40万有没有分一点之类的？开玩笑，请坐，谢谢，欢迎。